听。就把这块这一块，对，对 ，OK。哎，他敲敲门的那个，一声冷场，你给个费。啊，好。没有，中岛好像在忙。对，中岛现在在忙呢。我感觉我每次摘了口套，摘好了之后，像做了热提拉一样。还好吧，不是紧到让你觉得难受的那种。哎，就没有紧到难受的呢。他就头发戴一戴，然后就穿衣服了就可以了。给我时间十分钟。不用十五分钟吗？啊，你说包括衣服吗？是吗？啊，可以。啊，菜，啥？衣服拿出来，刚脱了。看看褶不褶。保脸，保脸啊！可不专业。环境保脸。来了来了，干啥这是？衣服嘛，衣服得全身脱了套，这个我肯定那时候就下播了。先把对水衣拿出来。你快出门，你都不敢露手呢，你能脱了是吧？嗯。刚才不是你们给的建议，说要前面两个嘘嘘。水壶呢？就是。套衣服会不会？因为我就是故意今天不是做古装嘛，就故意穿的这个来。哎，你看可以啊，等会儿现在这个黄不黄？黄是肯定黄。是啊，但这个，你看，对不对？老李那儿有招吗？没招，没招，走。没招，走。没事，没招，保路服呗。都3200了，那天。关了，没事，我两天忙，没灯关了。太阳哪儿？嗯。我一个雨季。其实环境倒没关系，主要是脸刚才。来个棒子。我还没脱口。原来是3200吧？啊，对，3200。那个，还能回到3200。因为他们在拍摄，然后我就没咋说话了。是吗？嗯，不是，稍微能不能改善？洛夫可以，就是他那个电梯厅那儿。我给他到电梯厅是吧？刚才接着。聊了啊，你不日本？洛夫 OK 了。OK 啊，哎，洛夫都 OK 了。OK 了哈，好。现在这儿 OK 了。不摆。这儿稍微有点高。加一点儿，轻松。亮度还是啥呀？亮度。别动啊！你别动，更别动啊！行，我那电梯门关一下吧。有了就来。那现在没有，现在下去了。没有了直接来，没事，那就关完了。来吧，开机，来，三二，录，走。我要换衣服了，公主们，公主们。3 2，录，走。我要换衣服了，公主们，公主们，我要下播了。你再来，就是你刚开始从电梯走到这儿，那个先往那个。下播了，公主们，拜拜。